下，我觉得这个和你好配呀、啊。什么东西啊？哈哈哈哈哈！怎么了？草呀！你怎么了？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不是故意的。阿莎，你唱什么歌呀？真好听。我们老家的歌，我们老家都会唱。嗯，是吗？哎，真好听。文心，来，擦把脸。像你昨天晚上喝醉了，喝吐了。看我们明芳多好啊！这要是能娶明芳的那个媳妇儿，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你呀是没有这个福分的。哎呀，怎么了？怎么了？看看看看，我骑的还不错。呀，肯定是训练的时候磨的，我脚上也有。谁脚上没有泡？嚷嚷个什么？来，坐这儿，我帮你挑。啊？挑？怎么挑？真挑啊！哎，没事儿，我们都是这样挑的，这有什么？不消毒的，就这样挑，就没事儿。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啊！放掉，放掉，放掉，没事没事，好没事。啊，我妈！走走走走，啊！救命！别躲，别躲，别躲，好了好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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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马上好了，马上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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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哎，好了好了，怎么样？好了，怎么样？好多了吧？好了吧？好多了，谢谢你啊，杨姬。这有什么好谢的？你啰嗦不？来，把鞋穿上，该你了。啊！我不跳，我不跳，没事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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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事啊。我都跳了，没事的。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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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像真不是很怎么样。真不是很怎么样。哎，我想了想啊，以后啊，我找丈夫一定要找一个能像明芳这样给我擦脸的，还要找一个像央俊这样能给我挑泡的。那你做老姑娘吧，一辈子也嫁不出去。就凭我阿莎美貌如花，我明天就在同桥队里找一个。哎，你们说这王一鸣怎么样啊？啊？勒妈子，男人免进。好啊！来，走，快走，走走。同志们，经过这几天的军事化的训练，我觉着共同的目标使我们中漂队的队员们有了集体的军人般的荣誉感和坚强的意志。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再次提醒一次，长江漂流是非常危险的，到处都是激流险滩，仅靠人的力量，仅靠几只船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今天谁害怕了，退却了，还是可以选择离开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会离开的，大家说是不是？是，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和骄傲。现在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球公认的探险漂流的规则。首先是只能用非机动漂流工具，不能用机械等动力。二，我们用的漂流工具啊，比如像这个漂流的橡皮船啊，不能在其他的接触水面的船筏上。第三点，就是漂流队员不能整体的更换，这是指对一条江河的完整性的漂流。第四，漂流的节奏要有连续性，对一条江河完整的漂流，间隔时间不能过长。同时，国际漂流组织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遇到不可逾越这个危险，
足以造成探险漂流者遇难的江段时，可以绕道而过，或者是沿江徒步穿越。这个惯例基于生命第一的原则，当然这个标准是无人来监督的，完全靠探险漂流者自我的判断和诚实。我们一定赶在美国人之前全程漂流完长江。对对，全程漂流，全程漂流。中国中漂队出发，他们将从雁石坪往西徒步行走到长江源头格拉丹洞，这是青藏高原最艰苦的地段，也是人迹最少的地区。汽车只能把他们送到雁石坪兵站，还有更多的路需要中漂队员自己去跋涉。探险精神始终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伟大精神，但当探险上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那将是民族激情和信仰的迸发。长漂是一种精神，一种财富，点燃中国旺盛的爱国主义热情，成为中国漂流史上的里程碑。大家快看呀，快！那是我们藏族的白塔，真漂亮啊！大家原地休息。东西一点用都不管，在这儿。哎，我的腰都胀疼了。那是因为水分蒸发干了。笑什么笑啊？哎，真没想到，长江漂流还要遭这么多罪。孙首长，你有什么新发现吗？一鸣啊，你知道吗？我国的沙漠有70多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有57万多平方公里，
还有高原荒漠，有15万平方公里，基本上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且我国的沙漠还以每年3400平方公里的速度不断的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和灾害的根源。要改造沙漠，始终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啊。哎，那难道就没有专门治理沙漠的专家吗？有，在我国防沙治沙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的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同时他们也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到防沙治沙的事业中。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还有水资源的问题，绿化沙漠始终进展不大，所以这个沙尘暴还是屡屡袭击。那你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沙漠化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个突出的地质问题。更严重的是，全球的沙漠化还在不断的蔓延，我国的土地也存在着沙化的问题。办法有，可实施的难度太大了。你看，你看。杨金，他们那是干什么呀？哦，那是藏传佛教文化，他们是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在磕长头，口中要念弟子真言。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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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圣者要爬山涉水，穿过无人区、高寒区。朝圣者在路上也面临着死亡、饥饿、痛苦，他们即便是死在朝圣的路上，也是无上的光荣，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把生命献给了神，献给了信仰，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信仰。翔的圣地，一片远离尘气的净土，一个头顶3尺有神灵的地方。在这里，有多少雪峰、金帆、玛尼堆，就有多少虔诚、谦卑、执着。格拉丹东西南路的长江源头，海拔5500米，
公元1986年6月21日，一支特殊的队伍来到了这里。中国漂流队终于在美国人之前赶到了海拔6621米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雪峰孕育着长江生命之源，在这里雪山连绵，冰川湿地广度，自然风光壮美奇特。队员们虽然因为高原反应有些缺氧，但溢于表情的兴奋和喜悦依然写在他们的脸上。虽然有人落泪了，但这种眼泪是发自内心的感动。喝口水，暖暖。干什么呢你啊？搞这么多石头，你没事吧？说没事儿，那是骗你的。年过半百了，哎呦，这高原反应啊，让我够呛。坚持住啊！明天一早咱就下漂了。我觉着，咱们抢在这个美国队之前，那绝对是一个好兆头。接下来呢，咱们就过五关斩六将，杀他个片甲不留。咱们一定第一个漂流完长江，到时候你就等着写一个漂亮的总结吧。又在嘲笑我是不是？哎，哪能呢？这个报告一定要写的。我说你这个王一鸣啊，一说话就又在打仗。我们是做的万众瞩目的事儿，啊，就算是打仗，也得讲这个战略战术，是不是啊？要打他个漂亮仗。我想啊，咱们在开票之前，搞他个仪式，把中国人的气势拿出来。好啊。哎，不过呀，你这个泥石流专家，也别老研究这些什么石头了啊。明天一早就下票了，早点休息。好不好？好，我走了。小丫头，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在外边不进帐篷，就不怕狼把你给吃了？我才不怕了，除非你把我给吃了。王大哥，坐在这儿。
了，在这看看天空。你看，天上的星星离我们这么近，好像一伸手就能摘到一样。你现在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活着真好。王大哥，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吧？小丫头，什么时候学的多愁善感了？啊？冷不冷啊？啊？王大哥，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找杨茂叔吗？当然记得了。你知道我内心是怎么想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长漂吗？扎西迪列，因为我啊是个吉祥物，会保佑你平安一生。我是冲着你来的。冲我？嗯。真的？嗯。真的。杨坚啊，你是一个好女孩，一个藏族好女孩。我们藏汉民族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对。我生长在玉树，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知道我要跟我喜欢的人过一辈子，不管在天涯海角，我都为他做所有的一切。我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他，为他生儿育女，生很多很多，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哦，你在想什么？啊，没有没有，没想什么。王大哥，你千万不能出事啊！看你，小看我了吧？想想，别在这儿胡思乱想了。赶紧回帐篷去通知那些女队员们，马上到这个盛世会长的帐篷里开会。嗯，好的，快去吧。对了，王大哥，惠女她发烧了。发烧了？嗯。哦，一定是高原反应。高阳，没事啊。嗯。那我先走了。我们从虎跳峡一路上去，经过通天河，然后到达沱沱河。徐明啊，嗯，你跟大家说一下。好，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长江源头呢，就是这个唐古拉山。咱顺着这个往下飘的话，这个燕石坪是个冰站啊。这一块，郑队长，指挥部来人了。啊，我去看。咱们接着说，这个。董总，哎呀，黄总，老总，哎，好，老师，这是史记者，哎呀，大记者，是，来，好，这个啊，这个看谁来了，嗯，哎呦，大家好，哎，你们好，大家好，哎呀，大家辛苦了，省委领导非常关心大家，托我给大家带来了慰问品，好。啊，另外，郭副参谋长带来了国家体委的一些意见，下面请郭副参谋长说一下。同志们，我接到国家体委的通知，说是美国的那边希望我们不要单独漂流，他们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干。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之前干的不白干了吗？也不能那么说，这成了大家的事情了吗？什么是成大家的事情啊？本来这事就是美国队提出来的，要单独长漂。哎，那个郭参谋长，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肯沃伦为什么现在忽然提出合伙了呢？按照肯沃伦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中美联合漂流队，我们还有三个队员在里面呢。这就对了，啊，既然已经叫中美联合队，那现在再提出合伙，岂不是多此一举了？这明摆着就是想拖住我们，白白浪费我们时间，你们说对不对？没错啊，对啊，这就明摆着不想让我们长漂，这完全捣乱嘛，这个。对，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们听听领导的意见好不好？这样吧，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这样，我把你们反映的情况再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至于今后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大家还是要从长计议。什么叫从长计议啊？这美国人马上就来中国开漂了，啊！结果我们现在还听他们的啊？他们凭什么要阻止我们？啊，还不想让我们干？就是怎么可能听他们的？哎，那个，反正啊，你们要是答应了美国人，那我王一鸣明天一早我就去长江源头，我自己漂。对对，我们自己漂，什么大不了的。韩建军，王一鸣，你别冲动。我能不冲动吗？啊，我是一个中国人，又不是个冷血动物。我就是不愿意看着这个美国人他侵占我的母亲河。反正你们要是答应了，我是坚决不答应。对，不答应，坚决不答应。我们也不答应。啊，大家安静一下。郭副参谋长说的只是国家体委的一个设想而已，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一些。要不我们怎么商量呢？啊，这两个国家以和为贵嘛，啊，是吧？以什么和为贵啊？你的意思是你想跟他单独漂？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就是我们不跟他们合作，我们也可以好好说嘛，是吧？好好说，怎么跟他们好好说？啊，轮得着我王一鸣跟他们好好说吗？还是你们好好跟那美国人说去吧。反正我王一鸣是不干了，对，不干了。对，不干了。走。你们还是慢慢商量吧。哎，王大哥，一鸣，行了行了，别拦了，别拦了，我们自己飘去啊！哎呀，一鸣，一鸣，我们自己干。一鸣，拦着我们干什么呀？激动干什么嘛？啊！别冲动呀！真是的，你这。我们走了，哎，天亮一准备，咱们马上走啊！哎呀，一鸣，冷静点，好不好？王一鸣，你冷静点行不行？你不能一时冲动把我们中漂队全毁了。你看看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漂？你说我能冷静吗？啊，这美国人就要来了，我们全在这里按兵不动，上来什么合作？这不是愚蠢的行为吗？小事。哎，这美国人也太霸道了吧？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这个肯沃伦。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我谢谢你们的关心了。我们走。哎呀，一鸣，一鸣。哎呀，行了行了，不要凑热闹。哎，王大哥。哎，王大哥。走吧，走回去吧。别闹，来，走吧，走，冷静，走。行了，文明，你也甭劝我了。哎，我听杨金说。你不舒服？没有，我挺好的。不是说你发烧了吗？哎呦，还挺好的呢。你赶紧戴上帽子。
一鸣，虽然我也很想和你一起去漂流，可是中漂队毕竟是一个团队，我认为你不能贸然行动，你还是和大伙商量一下吧。商量什么呀？等我跟他们商量出个结果来，那黄花菜都凉了。我一定要抢这个先，这要是让美国人抢了先，那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对不对？哎呀，慧敏，你现在身体不好，一时你也绕不过这个弯儿，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知道我说不动你，你血气方刚，你认定的事情就非要去做，可是你不能那么自私，你不能总为你自己想。中漂队需要你，我们在一起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你不能因为你的一时冲动就离开这个团队，就离开这帮愿意和你生死与共的朋友。一鸣，你为大家想一想吧。我说什么？队员的情绪已经说明问题。王一鸣，如果真的要走的话，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我可以去劝劝他，不过这小子真要走，谁也拦不住。据我所知，现在全国上下至少十多家计划长漂的，我们呢是最大的官方队，其次就是中远队了。据说他们已经准备出发了。中远队？他们是民间队，不过洛阳市也很关注他们。在美国队里有我的朋友，他们给我来过信，据说可沃伦是志在必得呀。他这次是把身家和性命全扑上去了，就是要和我们比试比试，并且他根本看不起我们。哼，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不过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漂流问题，这是涉及到国际声望的问题。阿郭，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漂流队员才会不顾生死的奋力拼搏。也许我说错了，不过美国队这次漂流动机是有问题的。不管美国队有什么动机，我们都必须取胜。光友，我们还是按计划进行，只是要注意控制队员们的情绪。哎呀，我哪能丢下你呀！啊，我是来考察的，我也不可能一个人飘啊，我要跟大家一起飘。哎，真的，我以为你丢下我不管了呢。小丫头，哎，我问你，你看前面那个是什么地方？
就那儿。那个。啊。哦，那是无人区，狼还有熊出没的地方，还有沼泽地，上次我们差一点送命的那地方。哎，这么说那就是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地方？对对对。小丫头，你能不能带我去前面那个山岗啊？嗯。啊？行不行啊？嗯，好吧，好吧，好吧，走。那个，王大哥。哎。队里的人都在等我们回去呢，他们开始要下票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这天还早呢，来得及。走走走。快快快，我到那儿有。少所长，王一鸣、杨军呢？杨军找他去了。这个王一鸣真是一根筋。盛世会长，昨天我跟王一鸣谈过，他说过他不会离开中漂队的，他会和我们在一起。他可能和杨金在回来的路上吧。这个王一鸣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他有没有我们这个集体？都快中午了，难道我们为了等他，我们就不下漂了吗？对啊，美国队马上就来了，你们说说怎么办？说说。好了，别说了。吃完午饭，我们开票。我准备一下。哦，准备吧。啊，开票啊！走嘛，准备准备，走。走吧。说的呀，其实他什么也没给我说，可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女队友们，王队长，哎，这官员反应太厉害了，为了增强你们的体质啊，队里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吃半斤肉。什么半斤肉啊？那我们又不是猪。王队长，我们女孩吃不了那么多，让给更需要吃肉的同志吧。嗯，吃不了也必须吃啊！在高原，不增强你们的体质怎么行？啊，个个都像豆芽菜似的，一个浪子来就把你们打翻了。王队长太小看人了吧？那吃就吃嘛，对，吃就吃，走走，吃肉吃肉。我知道你小子会回来。哎呀，赶快在旗子上签上你们的大名。
马上就要下漂了。哎呀，啊，沈处长，我有重大发现。有什么事儿，等会儿再说吧。我真的有重大发现啊！我说过了，等会儿再说。王一鸣，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队员，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等你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这个集体，有你们。而你呢？有这个集体，有队员们吗？快去！对不起啊。谢谢大家，心里还有我这个王一鸣，是我影响了大家，是我不对，啊，让大家受苦了，我给大家赔个不是了。对不起大家了。长夏的云没有悲凉，原上的风依然酣畅，血色的心还要远走，心烈的爱不再彷徨，从前的话已将怎讲，美丽的泪笑着飞扬，握紧的手早已凝固，未尽的就留给胸膛。你来吧，揪心的梦，你来吧，绚丽的光，取我一身洒我红雪，今生何来激动，坦坦荡荡。你来吧，刻骨的爱，你来吧，眷狂的浪，飞扬，握紧的手掌。